在風險嗰啲致癌物嗰啲咧，其實就唔關話你戴唔戴口罩事嘅。咁其實嚟講，同埋講緊係要長時間暴露嘅。咁我其實平時嘅日常嘅社交去餐廳食飯嗰啲就唔使咁擔心。所以其實但係咧，譬如啲你個行業，譬如你做開啲廚師，你長期喺嗰個嘅高温嗰個地方嗰個底下度工作嗰啲，大家可能要小心啲咯。咁其實我哋都係以通風為主先嘅，因為其實戴口罩本身嚟講，都係有唔係完全密封曬你啦，亦都所以嚟講都唔係話真係百分之百保護。講緊就算你話防 PM2.5 嗰啲更加講緊可能你去到 N95 啊嗰啲先會，咁我哋唔會帶住 N95 嚟到翻工啊或者社交噶嘛。咁所以嚟講，我諗就大家都 take it easy， 放鬆啲。咁其實嚟講咧，只要知道咧，所有嘢都會產生，但只要我哋去知道去稀釋佢，盡量講避得就避，唔好主動去令到自己好高濃度長時間去暴露。咁其實就唔使咁擔心嘅。